在现场黄金爱河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带来今天星期四浪漫秋天夜里的这个音乐会。先带来这一首呢，是比较有节奏、蓝调的爵士歌曲，叫做《Watermelon Man》。Watermelon Man.
好，结束蓝调的歌曲之后呢，带来一首很有名的西洋老歌，也加上的这个拉丁的节奏，叫做 Blue Moon， 蓝色的月亮。
好，听了这首歌曲之后呢，我跟 Michael 来合奏一首拉丁的歌曲啊。今天呢，难得他有来，但是呢，我看到他的对面那个没有来。今天呢，再等等看啊，看我们的这个舞王之外，我们的舞女会不会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赶快呢，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好听哈，节奏蛮不错的。我们乐团其实经常演奏，叫做 Blue Bassa。但是呢，一般可能在平常大家听音乐的环境里面呢，比较少听到啊。那这边有一些点歌，待会呢我再来慢慢演奏，再带来一首爵士歌曲，叫做 Blue Bassa。谢谢。
好，三首呢比较有节奏的歌之后，缓和一下气氛，也带来现场朋友的点歌。今天带来这一首呢，是这个经典的咖啡，情歌也对啦，就是平常如果有在喝咖啡，有时候就会听到呢，咖啡厅呢播了这一首歌，叫做A Summer Place。那我们在也准备一些呢现场的点歌，就先带来这首张飞常常演唱的歌曲 A Summer Place， 谢谢。这首Summer Place 之后呢，再带来一首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怀旧老歌 I Like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， 谢谢。
好，这首台秀的西洋老歌 I like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。 好，继续这首歌完之后呢，要为大家来演奏一首比较熟悉的歌好了哈，现场朋友点的是一首台语老歌，叫做最后一封信。好，最后一封信，那这首歌也是这个蔡琴好像常常的演唱，旋律的感觉很好哈，又在礼拜四，我想呢我今天安排很多都是比较抒情啊，有怀旧的，也有这个西洋的，也有比较流行的。待会呢我为大家有准备了一首是这个王菲的歌曲，叫做我愿意，我把它改编的有一点爵士的啊，我们待会再来听听看。那么先带来这一首这个好听的台语老歌最后一封信，谢谢。
谢谢，浪漫好听的一首经典国语老歌《最后一封信》。继续再带来一首也是老歌哈，是这个叫做也是国语的，刚刚是台语，我们来一首国语的，叫做苦酒满杯啊。那这首歌也一样的，这个旋律呢跟刚刚这首歌一样，很美，好让大家回忆回忆。那麻烦老师一下那个低音的音箱小声一点。我们就再为现场的朋友呢来一首浪漫的啊国语经典之作《苦酒满杯》。
这首苦酒满杯之后呢，今天有一些朋友其实是很早来的哈，像右手边呢，有一位这个先生呢，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到，比我们还早，路口外面呢等待我们的车队莅临啊。好，他们有点了一首这个很好听的歌，大家也很熟悉，叫做泪光闪闪啊。那我想呢，就来为今天第一名到达会场的朋友来演奏一下。那当然不止他们，还有好几桌啦哈。那今天非常的感谢大家的这个再次莅临我们黄金爱河。虽然礼拜四，你看看还是呢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呢爱好音乐哈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不啰嗦，带来这首《泪光闪闪》，谢谢。
这一首呢，流行情歌啊，我愿意。继续呢，我们要换一把这个中音萨克斯风啊，来改变一下这个曲风啊。先为大家带来一首是叫做《Better Man》的。那准备这首歌当中呢，这边我刚刚有看到一张歌单，有点了一首好像我们没有演奏的歌，好，我找一下。好，有朋友点了一首是一位这个陈雷的歌曲，好，要献给陈正平先生。那因为刚好恰巧这首歌我没能演奏，好，这个小弟呢才疏学浅，要麻烦点歌的朋友再点个几首，我会的话呢我来为这位朋友来演奏，然后呢送给这个陈正平先生一下啊，再收礼一下。那先赶快呢带来这一首曲子，那这边有点了一些，当然等一下会演奏，像这一首叫做什么啦，什么戏名的哈，你喜欢戏，你就喜欢。哎，等一下这一首歌除了演奏之外呢，我想邀请大家来大合唱一下哈，把这个很好的情感呢来这个把它融入一下。那这边还有朋友点的一首这个我很会的日语老歌，叫做羡慕的灯光哈，这首歌没问题。那另外朋友点了一首威尼斯的夏天，因为我太久没去威尼斯了，忘记那个威尼斯的夏天是怎么样了。好，这是一首叫做 Summertime in Venice 哈，那个旋律太久没演奏了，我等一下尝试看看哈，我去等一下休息了，我去网络听一下哈，马上找回来。那还有点了一首这个 Sing 啊，刚好是跟我的名字一样，那这首歌是卡本特兄妹的曲子，一样的大概十年没演奏了，以前我常在文化中心吹奏，啊，后来到 pub 里面去之后，这首歌就忘记了啊，等一下我去找找看。那还有朋友点这个 Top of the World， 这首歌没问题，待会我来演奏。还有现场朋友点了一首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，好，这首歌我们以前有做哈，但是太久没有演唱演奏了，所以可能要等一下想一下。还有一位呢，蔡先生点了一首《The Da Ho Hichi》，这个歌就好听了哈。好，赶快我们先带来这首《Better Man》，谢谢。
好，听完这首歌之后呢，我想这个 Michael 今天要不要下来热情热情一下呢？啊，大家好的话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他今天呢有一点小的痛而已，所以我们不要跳太快的，好，慢一点的歌就好了。啊，刚好有改编了一首艾黛尔的这个歌曲，很棒，叫做 Rolling in the Deep， 心灵深处，好不好？来，热情掌声。艾黛尔的歌曲哈，很摇滚哈，很摇滚。好，接下来呢 ，Michael 呢，只要因为有一点痛，所以我们待会再下去好了。待会呢，我请一个18岁的帮你脚底按摩一下，哦，就不会痛了啦哈。好，赶快呢，再来接一首
我们有一位这个网络义工呢，也在网络呢帮我们po影片，po了大概也有10年了，很辛苦。对。那他前阵子呢，到爱河来看到那个爱河，哎呀，很漂亮，这个灯光倒影在水面，闪闪的，就像水花一样。他点了特别点的这一首叫做《上海花》还是《海上花》？海上。哎，海上花才对了哈，不是到上海去花了哈。好，那这首歌因为是要用高音萨克斯风演奏，那因为刚好刚刚呢这个有一个小垫片掉了，让我去修理一下。那刚好呢，让我们团员歇个脚，喝杯我们爱河最好的饮料哈，是，然后我们马上回来做第二场的演奏，好不好？再给我们鼓励一下，我们休息5到10分钟，马上回来，感谢您。